哎，拍先拍，三月三月先拍，不然带我去的乱七八糟。然后这个是，你看都有辣的不辣的啊，这个是凉皮。这边的人只知道用那个炒河粉，我们那边是做凉皮。然后呢，这个因为这两天吃素了，正好那个胖老板送给我的那个豆油鸡一直还没吃，我今天给他把素的素的素素的。每一个平常的日子。从陕西到西广、面红、海南、新鲜河粉。